由恋与制作人开发商旗下子公司所研发的新作《逆光潜入》，释出了一段玩法展示影片，让玩家们先睹为快。这是一款有着潜行要素的 3D 即时战术游戏，玩家可以亲手操作角色进行潜入任务，在敌人天罗地网的侦查下，努力找到完成任务的方法。而身怀绝技的角色们就是作战的关键，他们的技能能够帮助我们突破困境。有的角色可以瞬间移动击败敌人，也有角色能够中距离让敌人晕眩之后再轻松解决掉。玩家可以带三名成员进行任务，游戏有着丰富的战术变化，达成目标的方法也不只有一种。在关卡中还会设有存档点，提供存档以及更换队伍成员的功能，可以根据情况适时改变成员搭配。移动时也不妨仔细观察四周，除了借由角色的能力之外，透过地图上的环境物件也能够击杀敌人，最后达到目的地就算过关。游戏目前尚未公布上市时程，对美少女和潜行玩法有兴趣的玩家，记得关注后续情报哦。